大家好，欢迎收听哔哩吧啦读圣经。咁又喺呢个列王记上第十章，咁第九章咧就讲到咧，所罗门咧继续咧嚟到去大兴土木吓，咁啊将咧佢咧嗰个嘅外交啦，将咧嗰个嘅建设同埋国防咧，都系做到咧系成个以色列有史以嚟咧最高嘅高度吓，咁甚至乎可以讲啊呢个高度咧要去到咧要去到咧。以色列復國咗之後咧，先至能夠擁有嘅厲害程度啊！咁所以咧，係值得咧嚟到去得戚嚇，同埋咧真係好巴閉嚇。咁啊，以色列人咧嘅一個驕傲同風光嘅時候嚇。咁究竟係咪一個轉折點啊？咁之後咧嚟到去直落咧咁樣啊？咁啊，睇翻呢個故事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咧冇辦法知道咧，究竟呢個高峰期咧其實維持咗幾耐啊？咁啊，如果即係講緊係10年廿載咁樣，咁其實咧都係非常之犀利，一個咁彈丸嘅地方。尤其是咧以前咧呢個嘅國家咧，咁啊要衡量佢嗰個實力嘅時候咧，咁啊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嚇。咁啊，首先就係咧個人力資源上面啦，啊你如果越人多嘅，理論上就越強啦。咁第二就係如果個地土越廣大啦嚇，咁啊喺呢兩樣嘢嚟講咧，其實咧以色列國咧都唔算係厲害嘅，比較起佢咧身邊嘅一啲強國，例如咧南邊嘅埃及，又或者咧北邊啊當時候嘅嗰個亞述國嚇。但係咧財富上次講到啦啊，雖然咧佢咧就要咧嚟到去同咧北邊啊推羅啊嗰個哈蘭王咧嚟到做 partner 做合作，咁甚至乎咧個抵押咧呢個希蘭咧都係咧覺得唔 happy 嘅咁，但係咧喺個貿易上面咧佢咧又能夠咧賺翻更多嘅翻嚟，咁當然咧佢要還債同埋咧同呢個嘅希蘭王咧嚟到去對分，但點計都好咧，衡量嗰個嘅金錢財富上面咧的而且確係個實力係非常之強嘅嚇。而且即使你不同一些強國來去比較的時候，就以整個以色列甚至乎到現在為止，那所謂管轄的版圖亦都是以所羅門的時代是為最廣闊的，所以呢亦都是在這方面是 number one。以前的世界是這樣，就是一個比較靈和遊戲的世界，所以呢如果呢你來到去霸了人家的地圖的時候，又或者你霸了更多人力資源，同時間有更多金子的時候呢，就代表了其他地方呢就是的失缺，或者呢是不夠呢你那麼威威的啦。這個呢是需要呢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呢是注意的，因為呢這一樣東西是沒有辦法將古代來到去完全 100% 引申去到現代派落我們身上的其中一個重點，尤其是當任何聖經的經文講到金錢的時候，甚至乎當講地土或者人力資源的時候，現在不是的，這樣你可以向高空發展的時候，這樣以至你一塊地土可以多用途地，個個人來去 share， 再加上這個的地土究竟那個產出，就是以前用農作物來去做單位，或者是一些牧場各方面，做了這件事就做不到那件事的了，現在個地土價值相對嚟讲系冇以前啊咁咧，独单一吓，咁同埋咧系唯独你霸咗嘅时候咧，其他人就冇得嚟到去享用啊。咁啊，黄金嗰个出产而家亦都系争好远啦，而且咧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商品，又或者咧系嗰个咁嘅金融市场里边吓，咁有好多即系唔需要讲到虚拟货币吓，咁啊股票甚至话银纸本身咧都可能咧系相对有一定程度咧嘅虚拟性喺当中，哪怕咧每个人信赖或者不信赖，他后面有没有一个底蕴在当中，这个呢就可以讲多很多的内容在当中，但以前呢就多一点更加多的是真金白银，这样呢就是去较力，如果呢我给了一个金你呢，就意味着我不会再有个金在我的手上，就不会呢变成我可以呢有张纸，然后呢来去讲我有几多金， sorry， 以前呢就没有这么多这种形式的那个交易和契約的情況，那我們繼續 move on， 看這個所羅門的智慧，剛才那些是多一些古代的補充，以致我們能夠做多一點的 conversion 在當中。示巴女王封聞所羅門威名，聽說他得到由主而來的智慧，就想用一些難題考一下他。
有人講咧，即係呢個士巴嘅女王咧，就應該係呢個埃塞羅比亞裏邊嘅一個就係地方勢力啦。咁即使唔係嘅話咧，應該咧都係阿拉伯嚇嗰度咧嘅一啲嘅地方勢力。咁所以咧，你睇到咧，所羅門一個名聲咧都傳到咧唔少嘅地方。咁更加重要，當然咧就係咧嗰個外交同貿易，佢咧嚟到去締結唔同嘅盟約。咁士巴女王咧係其中一個嘅地方勢力，同佢咧嚟到去有所個嘅交易。佢率領咗好大隊嘅人。用骆驼带了大量香料、宝石、黄金去到耶路撒冷觐见所罗门王，将心里面的疑难讲晒出来。嗱，呢个亦都系一个朝贡体系或者系咧一个贸易上面通常会做啦，以呢个嘅官嘅形式吓，咁样咧嚟到去展开吓，咁然之后咧你随行嘅人咧，咁可能咧就会做一啲相对地商界啲、民间啲嘅嗰个交易。咁喺古今中外都有好多呢类型嘅嗰个嘅交易嚟到去发生。所罗门王对答如流，冇一样系唔识回答嘅。嗱，王咧虽然咧可以做好多嘅贸易，但系咧究竟系咪个王咧都可以咧嚟到去展示佢种长袖善舞、知识满满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咧对答如流咧咁样。咁尤其是咧喺古代嘅时候咧咁样。如果呢個記載咧係真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咧反映到咧所羅門咧係非常之了不起嘅一個王。士巴女王見所羅門果然名不虛傳，又睇見王宮富麗堂皇，席上珍馐百味，群臣分班入座，衣袍華麗嘅侍從侍立兩旁，同埋佢所獻嘅繁殖，女王就佩服得五體投地。即係呢個咧就唔單止淨係把口啦嚇，你會睇到，即係有啲人咧佢咧你會覺得佢講咧就天下無敵嘅，但係咧唔單止淨係做有冇心無力啦嚇，而你睇到尤其是你 evaluate 衡量一個國家嘅時候咧，唔單止淨係睇個領導人嚇講嘢講幾個鐘頭，雖然好多人拍手掌，但係咧你咧其實咧瞓曬覺嘅，咁喺呢種嘅情況之下咧，你要灌輸一套乜乜思想俾人咧，其實係好難嘅嚇，而且咧係刻骨銘心入腦 buy in 嘅話嚇，你 buy in 到一啲一定程度民粹思想呢個唔緊要嚇，但係咧成套思想攆曬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嚇。咁但係咧，你睇到咧有啲嘅領袖咧，而且佢係好有魅力嘅，咁啊，即係你暗啊歸佢另一回事嚇。例如譬如奧巴馬嘅演講啊，或者譬如而家澤連斯基啊，阿基人你 buy 唔 buy 佢一回事，你都咧不得不佩服佢咧係非常之犀利嚇。講個 negative 啲嘅，譬如希特拉咁樣嚇，當時候點解能夠鼓動到咁多人心？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你唔單止淨係睇佢嘅言行。你睇埋咧，佢咧所建造出嚟嘅豐功偉績，哇！睇到佢宏偉嘅建築，當時候嚟講咧，唔單止淨係咧，個批頭夠啊，定還是豪華啊，大灑幣嗰樣嘢嚇，而且咧嗰啲建築咧，亦都反映咗一啲嘅技術上面嚇、金錢上面嗰、那個嘅經濟上面嗰、那個嘅能力，再加埋就係咧，嗰啲美味就係講到來自各方嗰啲嘅食品啊，個貿易度啦嚇，咁啊再加埋就係、是。嗰啲分配啦，嗰啲列席點樣嚟到去衣服啊，各方面咧，其實咧都係每每地反映咗咧一個國度嚇。咁你睇翻唔同嘅即係去，譬如我哋去歐洲嘅時候，唔同皇宮嗰個嘅鋪排啊，各方面咧，其實咧就可以睇到咧嗰啲勢力嘅唔同，可見一斑嘅嚇。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咧士巴女王留意到，而且咧發覺，咦，所有門咧。都是名不虛傳的，更加重要的他也都看埋咧，佢咧嗰個嘅繁制喎嚇，咁我唔知佢咧如果佢係外邦人嘅時候咧，未必咧能夠咧真係入到去，真係一定唔能夠入至聖所啊、聖所嗰啲啦。咁點樣咧能夠觀望到，即係去獻呢個燔祭呢咁樣，亦都喺個獻燔祭裏邊，咁點樣能夠欣賞到咧咁樣嚇？咁呢個咧同樣地嚇，咁啊亦都咧唔單止淨係咧欣賞呢個嘅所羅門嚇，亦都欣賞埋咧士巴女王呢個嘅 detailness 嚇。你有幾可去到一個嘅地方旅遊嘅時候，如果嗰個教堂唔係一個文物嘅時候，即係一個歷史文化嘅建築嘅時候，你會咧入去嚟到去朝拜人哋啊，或者咧嚟。去欣賞人哋咧，嗰個嘅圖書館啊，嚇咁啊，瞭解佢嗰個嘅即係文化上嗰個軟實力咧，咁樣嚇，未必我哋會咁樣做嘅，好多人嚇，純粹就喺啲 landmark 裏邊咧嚟到去打卡，但係咧，士巴女王絕對唔係一個咧。
淨係打卡嘅大媽啊。咁當然啦，唔代表所有淨係打卡嘅人都係大媽。咁啊，去旅遊嘅時候食玩買都係一啲極得開心而且必要做嘅。如果你有 extra time 嘅時候咧，了解當地文化咧，咁啊係一個 bonus 啦，可以咁講。佢對所羅門話：我喺本國聽聞大王嘅智慧同功業，我先前唔肯相信，而家我親眼睇見。即係而家咧嗰啲咁嘅有好多 Facebook 啊，有啲即時嘅新聞啊，嚇，譬如俄羅斯有即係叛變，跟完之後咧，哇，36小時裏邊咧就即刻幾個 shift 嘅變化，拍起都冇咁誇張咁嘅情況啊，咁樣就即刻知啫。但係佢哋咧，即係咧要真係咧好事傳千里咧，係需要一定程度嘅時間嘅嚇，咁樣咧，所以唔咁威名唔係淨係士巴女王去嘅時候先至有，先至知道之前所聽聞嘅都不及事實嘅一半。呢個真係誇張嘅説法啦！大王嘅智慧同貴國嘅繁華，實在遠遠超過啲人傳講。因為通常嚟講咧，啲人傳講咧就會誇張。咁但係咧，我親眼見到嘅，仲要比傳聞誇張嘅咧就少噶。咁通常嚟講咧，就係咧一啲乜嘢嘢咧？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威水史咧，通常咧就冇咁風聞嗰啲咁誇張嘅嚇。咁但係咧，如果咧係一啲即係靠眼睛見到啊，比起想像，例如即係呢個建築物啦，嗰個宏偉程度啦嚇。咁又或者咧佢我哋頭先講嘛，佢係中意啲軟實力嘅比較多啲嘅，即係譬如所羅門自己嘅一啲對答啦，嗰啲智慧嘅言語啦。又或者是梵祭嗰個嘅耶和華嗰個敬拜啦，呢啲咧就見得到嘅嚇。再世俗啲、膚淺少少咧，就譬如一個靚女咁樣上鏡同真人之間嘅對比，咁你會明白我多啲講乜嘢啊？咁有啲女仔咧就係上鏡嘅時候好靚，但係咧真人嘅時候，哇，真係嚇到，咦？點解咁嘅？原來佢遮鬼咗，然之後美圖修修。但係咧有啲人咧就係咧真人咧就咦哇上鏡嘅時候都已經 OK 嘅喎，哇真人仲靚啲咁樣，我唔知道你識唔識得啲人啊？咁樣咧試下內容咧就類似咁樣，咁當然咧佢就。即係 high level 好多，就我呢啲即係麻甩嘅膚淺咁啊，另一回事啊。純粹係俾個比喻大家咧，就易明啲。你嘅神民能夠經常侍立喺你面前，聆聽智慧嘅言語，真係有福。即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咧你譬如你遇到一個好嘅老細啦。又或者一個牧者一個真係身邊好嘅一個真係小組朋友成員啊，組長定乜嘢咧？其實咧就真係有福嘅嚇。咁啊或者一個同你亦師亦友嚇，又或者係一生一世嚇青梅竹馬嘅死黨咁樣咧，呢啲係好難得嘅一啲事情啦嚇。咁啊亦需要珍惜嘅嚇。我一生人都見過一啲我自己由心裏邊咧完全欣賞嘅一啲朋友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即係上司啦咁啊即係咧但係即係要珍惜啦咁啊過咗幾年之後咁依頭就係我轉工啊或者佢咧嚟到佢離開咗佢轉工啊咁樣都會 miss 咗啦嚇朋友更加係啦嚇你而家可能係好 close 嘅或者牧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就算你自己冇任何人事調動咧都難保咧。過多幾年之後，大家有不同的負擔啊，各方面的時候都會有一定程度嗰個嘅疏遠咗嘅地方嚇。主你嘅上帝係應當稱重嘅，主喜愛你，立你做以色列君王，主亦都愛以色列，所以立你為王，使王秉公行義。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咧，譬如而家我哋咧話到，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去到私隱寶座前，而士巴女王當時候咧，只係可能遠遠觀望嗰個祭祀嗰個嘅儀式啊，各方面嚇。咁啊如果我哋真係真心覺得耶和華同埋主耶穌自己佢係真係咁寶貴啊，聖靈內住真係咁真係幸福嘅一件事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咧有幾何真係？差爾德神不守舍呢如果用中文和和合本的聖經的原著來計算聖經和合本不是原著另外他也都真的因為這樣的緣故因為一個人所羅門和整個國度的緣故他來到去稱重耶和華因為他覺得為什麼這個國家可以做得這樣為什麼有個這麼厲害的君王來去主管就是因為耶和華的緣故變成我們看某一個國家的繁榮的時候當然不是 perfect 不是完美但是會不會看到他背後那個的神或者他 就算他
把口未必是，或者整个国家未必完全是归向神都好，整个国家的建构和理念这样呢，来到去欣赏背后这些的一些、事情呢，这样这些原则呢，这样这个呢也都是、就是独具慧眼的，或者呢是注意内在的人就会注意得到。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在、教会又好，身边的人又好，看到你的言行的时候会觉得耶和华是蒙羞啊，定还是呢是会觉得呢就是耶和华得着称赞呢，咁样呢个亦都系重要。尤其是譬如屋企人咁样，有好多点解到而家都唔信呢，可能呢就是因为呢你嘅缘故。士巴女王将四千公斤黄金、宝石同埋好多好多香料献俾所罗门王。以后列国进贡的香料，没有一个比得上士巴女王所献的咁多。希兰王由俄斐运载黄金的船只，又运嚟了檀香木和宝石。所罗门王用檀香木做圣殿和皇宫的栏杆，又用嚟制造歌咏班用的琴瑟乐笛。以后再没有人运咁好的檀香木嚟。士巴女王所要求的一切，所罗门王都送给他，还加上自己的厚礼。于是女王和随从就回去士巴。这里就其实真的 exactly 就是讲到那个贸易啦，讲送，但实际上就是一些交换，这个需要注意的，那个外交的辞令，同时间就不要太天真。都但到而家為止咧，人與人之間送禮咧，都可能咧係開心過講金嘅。哪怕at the end of the day 可能咧，拜暗坑嚟講，其實咧個 exchange 係冇乜意義嘅嚇。咁啊，即係你請我一餐麥當勞，我請你一餐家鄉雞，同樣嘅十零蚊嘅時候嚇，咁不如節演嚇，大家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係唔同咁講嘅嚇。所羅門王每年收到嘅黃金大約23000公斤，仲有商人、阿拉伯王同国中各省长其他嘅一啲，其他嘅一啲贸易啦，简单嚟讲吓，国内嘅、国外嘅吓，咁啊，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当中提到咧啲檀香木咧，进口啊吓，咁但系咧之后咧就冇再咁样做吓，咁究竟系咪咧所罗门咧，之后吓喺佢晚年嘅时候同呢个嘅推罗王希兰啊，咁啊反一面咧，或者个合作关系冇咁紧密咧，咁所以咧at the end啊，咁啊好似我头先提到，即系咧你都需要咧嚟去珍惜啊嗰个关系吓，咁甚至乎好似呢个比较佛教禅宗嘅吓，咁啊 mini 做茶道嘅时候嘅所谓讲嘅一期一会吓，未必去到咁夸张啊，咁但系咧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可能真系咧只有一段时期咧系相对地比较亲密嘅，其他时间咧就冇可能做到咁 close 啊，咁啊即系你同个 buddy 咁样好老友嘅吓，咁但系当你结咗婚生仔，你都会见少啲面啦，系咪？所罗门用金做咗200块大盾牌，每块用大约7公斤黄金。另外又，但系呢啲我嚟威嘅啫吓，因为金咧其实咧系即系你唔系黄金圣斗士咧。你是軟的嘛，相對來講你去打的時候是不著數的，再加上密度高其實 都挺重的，你如果真的打的時候可能用銅，當時候或者開始有鐵的時候用鐵就會開心一點，但是令立立這樣哇挺厲害。有小盾牌300塊，每塊用黃金2公斤，全部放入黎巴嫩立宮。王又做了一個象牙寶座，外边用精金包裹，这个宝座有6级台阶，靠背的地方有圆顶，即都挺大挺高，扶手两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6级台阶上面一共有12只狮子站在这里，每级2只，左右各一只。这个宝座的华贵举世无双，即是任何古今中外那些的领导人都是相喜欢站高一点，坐高一点，然后你远望的时候就显得他的威严和其他神民的渺小的各方面，很有这种形象，到今天为止都是。所罗门王御用所有饮用器具
和黎巴嫩林宫里面所有的器皿都是纯金所做，没有一件是用银做，因为在所罗门年代银是不值钱的。其实这样可圈可点，这个当然显得他的富贵，但同一时间会不会由 in some degree 显得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的情况呢？因为金这样始终有钱人家来存放的，银某程度上就多一点是比较是在贸易上面来到去交换的一个的事实。如果你过多的来到去金本位而银相对来讲就是渺小的时候，这样未必是一个令到贸易再进一步扩大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会过分靠倚，再加上就是可能会令到很多的物价都是相对地昂贵，尤其是你不断地来到去大兴土木的时候。所罗门王有他斯船和希兰王的商船，三年一次，一起出海，将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运回以色列。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远超天下诸王，各地的人纷纷来朝见他，聆听主赐给他的智慧言语。即是这段圣经其实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示巴女王。咁究竟示巴女王有冇同所罗门有啲乜鬼暧昧关系呢？咁啊，细个嗰阵时听唔少嘅吓，听某个博士咁样。咁但系事实上究竟系点咧？咁圣经其实冇讲。各国年年进贡各种金银器皿、衣服、军械。但系佢搞咁多女咧，咁样都可能啊。Who knows？ 香料、骏马、驴仔等等，应有尽有。所罗门又拥有1400架战车。12000名骑兵，分别屯住在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屯车城。这里有很多人错句，就说他真的战车马兵太多，违反了生命记的最王的要求，就过分地多。但你看回头1400和马兵12000，其实又不算多，再加上他不是只是斋在耶路撒冷，是其他重要的要塞各方面。所以我觉得这里就不需要再张多他几军的。所罗门统治年间，耶路撒冷的白银贱如石头，香柏木多到好像平原的桑树一样。王的商人由埃及入口马匹，客人诸王和阿兰诸王的车马亦是由他们代理，车价是600块白银一架，马就是150块白银一匹。即如果呢啲咁嘅銀係唔值錢嘅時候呢，咁意味住呢其實呢嗰啲戰車同馬呢都唔係太值錢嘅，或者唔算貴喎，喺佢當時候嘅時代。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呢，再一次證明呢就係呢佢1400個戰車同12000個馬兵呢就唔算話過分地誇張，係足夠嘅，咁唔需要再將佢一軍。但 at the same time， 咁如果嚟呢個戰車馬兵呢都係唔係咁值錢嘅時候呢，咁啊的而且確又反映咗咧，有啲成個國內嘅一定程度嗰個失衡喺當中嚇。Anyway， 咁樣咧，今次咧講多咗少少啊，咁啊，下次咧再同大家繼續 move on 咧睇11章嚇。咁 hopefully 咧點點滴滴咁樣咧，唔再重複 wrap up 翻咧，咁啊，你會喺所羅門身上嗱 get 到啊多啲嘅一啲啟迪。